3月19日晚，邓小专去到香港殡仪馆送别日前逝世、终年65岁嘅十一姨洪国华，同大婆卡文前后脚到场嘅佢，大约7点左右抵达灵堂。佢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话，自己唔知道十一姨入院，所以未曾入院探病。讲到家人相继离世，佢就话自己睇得好化，一向都好珍惜屋企人。提到有报道指同三婆斩缆，而且再结新欢，有记者就问新欢是不是狮子辈，他就直认不讳。